欺负女性，可不是遵纪守法的行为。大小姐，这边走，这边，哎，没事，赶紧灭大家，走。秀文爷，江爷，江爷还在里面。大小姐，盛叔说你该回家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大小姐过界，如果继续下去。 圣叔会直接公开你们的关系。如果我的身份一旦亡，就只能离开。我从小到大从未求过他什么，难道就连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都不能满足吗？上。啊 修爷，小心！是我。等一下，我操！修爷，小心！ 圣叔，东西没有保住。既然是废物，那些人就不必要再闹了。我这个女儿有点意思呀。刚刚在酒吧里面做什么？ 我怎么可能会来这种地方？我就是借个厕所而已。知不知道里面多危险？我知道，这是我想保护你吗？放心，我可是很能打的。你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凶我？啊，小野 ，W 集团的人阴险狡诈，魏年也是为你好呀。后山姐又是从哪听到的传闻啊？ 麻烦你下次打听清楚了再说。文言，没事的，这是我们缴获的东西，交给许氏他们。顾小姐，东西交给我吧。啊，不用了，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交给文言吧。 别挂。许文言，干嘛？许文言，你们……哎，对不起，伯伯，我错了。哎，你要离开我，我真的错了。 送你回去。不，我就要跟你一起睡。江野，你知道你在说什么？伯伯，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嗯。 自己乖一点。
我去给你煮点醒酒汤。嗯，饿死我了，我要喝水。小野。 江言，嗯，你把我当成谁了？是温言。温言，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好不好？江言，嗯，就是这么教你不爱惜自己身体。你知道什么了？爸妈已经给我安排相亲了，你真的就想看着我嫁给别人吗？ 我房间怎么会有这个？我昨天晚上都干了些什么？我真的把许文言给睡了。 Hello，你好，我们总裁正在进行私人行程，有事请预约。雪儿哥，啊，江江，啊，我哥和莫山姐有些私密的事情要处理，完事我给你打电话啊。什么事不能让你知道呢？这是我们昨天拿到的东西。下次不要这样做，会耽误调查进度。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对你重要，我才。莫山。 在公示中不要掺杂个人感情。W集团的人盯上江野了，可能是因为江野在孤儿院的原因吧。我们可以利用江野的身份引出背后的人。本来我还想要不要告诉你，江野是傅明胜的亲生女儿。 江言是无辜的，他不知道这件事。温言，傅明胜杀害了我们的战友，置身至今都在调查当初的事情。你说无辜，那被傅明胜杀的那些人，他不无辜吗？你说掺杂私人感情，那你就没有偏颇吗？江江，江江，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江江，江江，哎呀，穆川是对我最有威胁的女人了。 谁知道他们在里面干些什么？你只是听了许石的一面之词，那我们就进去看看，看他们干什么。在这干嘛？温言哥，穆山姐是你的女朋友吗？那我是不是应该叫她嫂子才对？不是。我就说嘛，你俩看着一点都不般配。江野。 你被夏家收留前是孤儿吧？你知道你亲人是谁吗？穆山，不要乱说。江言，回去。不好意思啊，没拦住。穆山，你以后不要再跟江野提起这件事，听见？ 啊！
还以为他这么多年非亲非故的对你好，是因为喜欢你呢，亏你喜欢他这么多年，一个老男人没了他，咱们找更好的。我不，近水楼台先得月，许文隐一定会顾着求我的。江江，你也别太在意，我哥男人，他人就这样，他和穆山姐也好了很多年了。哎，他这么多年没结婚，指定是等穆山姐掉过来。所以不会说话，你别说话。 没饭打哑巴，下车。哈哈，嗯，乖啊，宝贝，姐姐送你回家。我又干啥了？我这不就安慰两句吗？你，哎，你，哎，不是我，你。 站住！那么晚才回来，跟你的穆商聊得很开心吧？我的大小姐，又在闹什么小孩子脾气啊？谁闹脾气了？谁能有你的脾气的？看不得别人欺负你的心上人，就让我滚！唉。 谁告诉你他是我的心上人了？雪儿哥说的。昨天我们许文言，你不能睡了就不认账。不是，你这一天都在胡思乱想，想些什么事儿啊？回房间去。我不，你就那么在意他吗？我没在意他，听话。 许文言，既然你不喜欢木山，考虑考虑我怎么样？我会很爱很爱你的。我比你大8岁，有一天你会觉得我老了，觉得我很无趣，也会喜欢上。许文言，我会的，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就是喜欢你？ 想要回连长大，就跟我去公司好好学习。去了公司就能追你了吗？好，我困了，那明天公司见。 멈춰버린 것만 같아 너란 기억 속에 잊으려 해도 피어올라 선명하게 언제부터일까 내 맘속 가장 깊은 곳에 샤샤샤 小骗子！不，徐文言，离开我！我哥既然说要学习啊，就不能被任何人发现，也不能享受特殊待遇。当然，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他，也可以随时找我。没问题，走吧。 听说了吗？现在那个江野跟雪少关系可一般，怪不得总监亲自带他。不过按雪少的性格，他呀得意不了多久。人家年轻啊，长得好看，这比什么都重要。哎，这年头啊，年轻漂亮，床上会来事儿就够了。这年头啊，光长得漂亮没有用，床上会玩也没有用。重要的呢。 是得有脑子，你们几个还有待精进，慢慢加油吧。嗯
这个谁呀？说重点，好像做成了个经理。把这些资料整理了，还有做一份策划案给我。李总监，我只是一个新人啊，我这是为你好。你要是不想被人说闲话走后门，就做些成绩出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哪种项目的策划案呢？我已经在准备了，总裁。总裁好，加油。狐妹子，我生气，江爷不能冲动，不能给许梦烟惹麻烦。说什么呢？策划案明天早上交给我。坐就坐。总监，这是我做的策划案。这是你做的，你去泡几杯咖啡送到会议室，策划案我帮你带过去。是。蠢货，这个南城的策划是我做的，不错吧？嗯。哎，你看这儿的策划案不错吧？贾总，南城的策划案是我一手操持，您尽可以放一百个心。李总监，还真是处处优秀啊。江野，站着干什么呢？还不拿些糖和奶过来。您稍等哈。一个新人不懂事儿，您慢用哈。小姑娘有些傲气，应该。什么东西这么咸？喂，李总监，我看你们公司分明是没有诚意合作。徐总，再会。贾总，贾总。徐总，您听我解释。徐总，徐总，徐总，江野，是你干的！李总监，你在说什么呢？你到点了，下班了。江野，你给我站住！江野，江野，啊！对不起。对不起，是不是见过洋洋？是不是你带走了他？是不是？把他还给我，还给我！秋雨，洋洋，你为什么要带走我的洋洋？滚！滚！滚！是你带走了他，放开我！抱歉，徐总，这次是我们的失职。带走，快带走！放开我！查一下他最近遭遇了什么事儿，必要时候给予一些补偿。是。那个女人，许迟会查清楚的。你有没有事儿？没事。我没想到有人会伤害你，抱歉。这个啊，反正我也没受什么伤。你忘了，我可是会武术的，真遇到什么事没有下次。无论如何我都会保护好你。那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可以追你了吗？
谁呀？小野。夏之深，你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呀？你知不知道你归队这么长时间都不给我和干爸干妈打个电话的？江野，赶紧！这次我回来执行任务，应该会待很长时间，到时候好好陪陪你。 真的，那太好了，我们明天就过去了。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哥，姓李那个总监已经处理了。 哥，出去，把江野叫进来。江野，江野今天没来上班啊？出去！那多大了还撒娇？我想你嘛。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闻言，你别提他，讨厌死！这么讨厌他，那哥帮你出气。哎，不要你多管闲事啊！我是你哥嘛，维护你是应该的。搞这么帅气！你好不容易回来，我该是约好一起开开心心逛街的。你等一下啊，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啊， 你居然还记得我喜欢这个？那当然，你是我哥吗？怎么样，喜不喜欢？我告诉你啊，他前面……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哎，阿成，哎。 怎么了，哥？我看到前段时间失踪的那个孩子，他叫杨洋。我记得那个车牌号。谢谢，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就送你回去。许文言。 文言，人我给你带过来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拜拜，哥哥。哎呦，我都累死了。下去。我不，你下去。我给你看看我今天都买了些什么东西。别停啊，继续。 这个，好看吗？这个呢？幼稚。这是我哥好不容易给我买的，快一句又能怎么样？你别停，继续。我手疼。许文言，如果突然有一天。 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变成了坏人，怎么会呢？你亲近的人都在身边，别胡思乱想啊！秀妍，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那我先回去了。哎，佳宇，我看慢点，到家给我发信息。嗯。 今天的事情，我一定要搞清楚。
大小姐，小小回来了。爸爸，我想问你件事情。我看到阿成哥带着一个失踪的孩子上了车，你是不是太纵容你的手下了？小小啊，以前你不知道。 爸爸就纵着你和许文言靠近，现在你知道了，就回来吧。家里的生意还需要你来接手呢。啊？为什么？是你跟我说你弄丢了我很难过，找了我那么多，为什么还要将这样的痛苦施加给别人呢？小小，爸爸亏欠你的，会尽力的弥补你。可是如果你不离开他的话，爸爸会对他动手的。 许文言在追查孩子失踪的事情，他如果知道大小姐的身份，也不会继续纵容你待在他身边的。我不想失去爸爸，但也不想跟他动手。麻烦爸爸，再让我待一段时间吧。如果你这样的话，我没办法向手下人交代呀。什么意思？ 小小，如果你愿意帮爸爸点点小忙的话，爸爸愿意给你时间考虑一下。那天晚上在青城酒吧，许文言在我这里拿走了一个银色的保险箱。放心吧，不过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东西吧。 小珍贵。哎呀，许文言，你快坐下。这可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晚饭，还有手磨豆浆，你试试。这个，尝尝嘛。 这可是我做的最好的一份。许文言，我们在一起。 不要胡闹，我比你大。我觉得只要真心喜欢，这些都不是问题。而且我今天涂了草莓味的唇膏，你要不要尝尝？不要挑战我的忍耐力。 말도 없이 사랑을 알게 하고 말도 없이 사랑을 내게 주고 许文言，你好帅呀！先吃饭吧，哈。我不嘛，除非你承认你喜欢我，还要答应跟我在一起。江一。 你应该找一个年纪性格和你差不多的人讲，我不合适。张爷，再胡闹的话就自己滚回家去啊！你赶我走！是，我是孤儿，我没有家，我一刻都不敢忘。我就是把自己嫁出去吗？许文言，我现在就去。
昨天的煎蛋很好吃。哦，你就是吃煎蛋吃的胃出血吗？喂，谁呀？能把煎蛋做成生化武器呀？不会是江江吧？江野呢？哦，江野，他今天相亲去了，那场面，三个大小伙子，这是多想把自己嫁出去。哎，哥。你确定他们各方面条件都可以吗？你放心，今天这几个，一个能打算会过日子，一个年少有为又顾家，还有一个啊，那叫一个孝顺，只要你诚心喜欢，就肯定能成。孙小姐，你好，你条件怎么样？有几辆车，几套房？彩礼给多少？我可是我们村十里八乡有名的眷富生，条件一般的，还真配不上。这不应该我来问吗？你不是富家小姐吗？难不成这些事还得我来啊？车房各一套，写我名下。小孩生两个，一个要跟我个姓。还有，你家没什么兄弟姐妹吧？我还有一个哥哥，财产是他的，我分不到。你且想什么气？您贵庚啊？四十。这看起来不像吧？是吧？别人都说我显年轻。彩礼我可以给你40万，婚后一个月1000生活费，最好每个月剩下个小几百存起来。谢谢啊，大可不必。你别不识好歹呀、啊！你粗鲁。您好，不好意思哦，我是在等我妈，我妈没来之前，我不和你说，到现在呢还不到15分钟，如果实在找不到车位的话，您可以跟你的妈妈直接开回去。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不想消遣了。你都不看看怎么知道我不合适呢？哥，누가내려버린눈네가그리워질때면난너가돼있었고哥，你别嘲笑我。怎么了小野，怎么突然要相亲啊？还不是因为许文言非说什么要让我跟同龄的人结婚，所以我谁想到遇到的都是一群奇葩呀。那我总不是奇葩了吧？当然不是，哥哥是全天底下最最好。可惜啊，他老在部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娶上媳妇儿。哎呦，你可少操些心吧。吃点东西。哥，慢点吃啊，哥不跟你抢啊。哥，其实我不太想吃了，我想回去了。好，抱一下。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走了。사나가는지어리죠江野，究竟想干什么？你怎么来了？怎么打扰你的好事？不是你让我跟同龄的人多相处吗？我选学是我的自由，你凭什么管我？你还有理了？我一时冲动吗？江野，我不反对你找男朋友，但那个人要身家清白，至少是你喜欢。我喜欢你，那你呢？你喜欢我？江野，
不是。既然你说我们不合适，那我总住在别人家也不太好，应该避嫌才对。小爷。刚刚是我表达失误，这栋别墅已经过到你的名下，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你可以不用离开了。那你喜欢我吗？那我还是走好，每天看着自己喜欢的人不喜欢自己，不会很难过的。这也得寸进尺。许温言，我们就好好的在一起好不好？好好珍惜这好不容易相聚的时间，万一哪天我们突然不在一起了呢？只要有我在，我就不会让你离开我。还有这事，这事你答应了，我就答应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许文言，许文言，许文言，你说你胃疼喝什么凉水啊？你等我啊。你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好，我知道了，我都备齐了。还有呢？好。那药呢？药吃几片？一片吗？行，我不说了，我先挂了。徐明言，吃药了。怎么样？疼吗？我不疼，倒是你半夜胃疼还想把我赶走，今晚要是没有我，我看你怎么办。很棒。行了，你睡吧，我守着你。徐队、夏队，包厢的破译还需要点时间。当时在青城酒吧抓的那几个人，审讯结果出来了吗？有结果了。儿童失踪案确实和文心孤儿院背后运作有联系。文心孤儿院。根据调查，失踪绝大多数孩子都流向这所孤儿院，而且走访发现，孤儿院里常常有莫名消失的孩子。当初江野也是来自文心孤儿院，这些我会查。喂，我只身在一起。还记得你之前做的方案吗？
晚上的庆功宴要不要参加？嗯，好。小野吗？嗯。晚上庆功宴我们一起。好。尽快破译保险箱。是。许文言，快迟到了，你进去吧。徐总，这位就是江小姐，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吧？幸会。不知江小姐在贵公司担任什么职位？实习生。江小姐，有没有兴趣交个朋友？好啊，舒总想要加微信吗？江小姐真是妙人，做朋友未免太可惜了吧？舒总，说笑了，江野她还小。不好意思啊。我去趟洗手间。江爷，你都跟着我怎么样？你觉得是那么容易追到的人？是那么容易追到的人吗？干嘛？再远一点。不一样，不能碰！怎么不早说？没说你能动，神经病！我刚刚还在想你呢，怎么就来了？我们是不是心有灵犀？以后离那个舒彦周远一点，他不是什么好人。你让我离男人远一点，是想让我变成尼姑吗？难不成你是想毛遂自荐？该回去了。哎呀，我不嘛，我想单独给你带。你注意活好不好？你别说了。说了没一句我爱听，反正我做什么你都会拒绝我，明明就是喜欢我，为什么就是不肯承认呢？갈수록지쳐져가우리움에잠겨시간을거슬러갈순없어我们好好的在一起好不好？你明明已经答应过我그때처럼만江爷，是兄妹。你只是我哥的朋友，我们算哪门子的兄妹啊？许文言，好，你说的，兄妹就兄妹。江爷。老徐啊，我们不一样。我的命和死去的四个战友绑在一起，剿灭 W 集团是我的责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出了什么事儿的话，我希望你能够照顾好江野。小小，爸爸，小小，时间就要到了，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爸爸就要找温言聊一聊了。还有一天呢，不到最后一刻，就是还没到，我会努力的。好，爸爸相信你。
자꾸 얼굴이 빨개져 심장이 떨려 기분 좋아 年轻人 谈恋爱 打打闹闹 真的让人羡慕呀 我们可以合作，我也可以让江野幸亏当值班。你要什么？我要交换杀死神鹰队队员的凶手。 你放开我！既然不喜欢我，你亲我干什么？哥哥，江野，别闹了好吗？我没有闹，是你说要当兄妹了，那以后就当兄妹好。我又不是不能接受，这么欺负我干什么？你这种男女七岁不同心，要懂得避嫌。 所以你到底喜欢我？江野，咱别任性了，好吧？我没有任性，是你说的。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就按照你说的去做，去找一个男人，结婚、生子，去过你想让我过的生活。不要，江野，不要，那你的决定吧。 不服国家，也不会负你。不是，学校，虽然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我喜欢你。 江野，你刚才在和谁说？问路的，我怎么知道？ 想什么呢？没想什么。徐文言，今晚我们可不可以？ 难得呀，竟然主动抱我，我才不烦人呢。什么？ 跟踪的人已经抓住了，小野。早安，文。徐文言。
我是不是应该庆幸我还挺有利用价值的，所以你才肯接纳我？你知道了什么？昨天晚上我看时间的时候，发现我哥给你发的消息，我以为是我的，就没关系的。你有什么需要，直接跟我说就好了。以后不要随便动手机。都不担心，不会难过的。小小啊，木山姐，你怎么来了？温言他们走了吗？他们？温言他们做什么去了？哎呀，当年温言和智深他们出任务，受到伏击，失去了四个战友。他们好像是抓到了跟当年相关的人。哎呀，我就怕他们冲动行事，还是来晚了一步。当年袭击温言他们的人，你知道是谁吗？我不太清楚，当年他们怎么也不肯提，好像叫什么 W。哎，他现在在哪儿？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嘴上言是因为外面有你们的人吧？抱歉，都已经被我们解决了。快点说，徐文言，小言，你抓紧时间，我找机会救下蒋言。大小姐，配合我拿到那些证据。谁让你擅自行动的？这是圣叔的命令，或者您更想和许文言解释您的身份？把人放了，一个换一个。许文言，相信你知道我要什么，只要我拿的东西，我自然会考虑放了他。好，给你，是他吧？我给你。起开！小心！江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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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爷。
许文言，疼。疼？挡刀的时候怎么不知道疼啊？我那是想要救你，我要是不去，你都死了。这是我和智深的事情，你这么乱跑，你知不知道多危险？嗯，现在留疤了，你觉得好看？好看吗？看我也没用，我站文言这边。我，这是我救我男朋友的功勋，一点都不懂，我觉得可帅了。嗯，你不要生气了，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是听木山跟我说的，说你们在那边，我就想去看看。江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不告诉你，是因为你跟这件事本身就没关系？怎么可能没有关系？温言，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江野，你没事吧？没事的话，送你出去。小队，万向破译出来了。知道了。文言，废弃工厂的位置是你告诉江野的。废弃工厂的位置是你告诉江野的。对，江野的背后可以引出更多的人。我知道你们为了这个做了十足的准备，所以如果有结果，岂不是更好？不是，不越界了。什么叫不越界？威廉，他们明显就是针对江野来的。江野身上有他们想要的东西，要么就是他们想利用江野达到他们的目的，不是吗？威廉，从暗处到明处，我们才能掌握更多的主动权。我知道你担心江野，那我们做一个局，把他们引出来。我同意。子神，看看吧。带走那几个有用的孩子，其他的都处理了吧。是。保险箱里的证据只能作为佐证，我们还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江野年龄太小了，他不能参与进来，我可以代替他的身份，怎么样？你不该参与进来。嗯，是在担心我吗？我答应过你爸爸，让我好好照顾你。打败 W 集团，我怎么做都行。况且我们是战友，就应该并肩作战，不是吗？知道。许文言，你要带我去哪玩啊？我困死了。先坐会儿，我去拿行李。那会儿干嘛？跟我去拿行李。啊。富奇庄园那边怎么样？装了屏蔽器，很隐蔽。务必要保证江野的安全。放心吧，我亲自带人去。睡着了。许文言，我刚刚做了个梦，好像有一种离开家就再也回不来的感觉，好舍不得。我们
玩两天就回去，好不好？这里好漂亮啊！你是想要金屋藏娇吗？嗯。徐总，这么想跟我在一起？不想待可以回去。你怎么没信号？或许是你位置太偏了，走，带你去后院看。看，有鱼，那能看到，你去那边。慢点儿。好多鱼啊，这还有花，这蓝呢，好漂亮的花园。那到了夏天是不是有更多的花？那我想要很多玫瑰，到时候结婚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玫瑰放在一起都漂亮。各种颜色的玫瑰你也不嫌俗吧？你懂什么？那是我的婚礼，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嫁给你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说的可不准骗。啊，没打扰你们吧？我带了两本书，无聊的时候可以打发时间。谢谢木山姐。谢谢你。小野，我带你逛逛吧。好啊，我刚好有些问题想问问木山姐。好。你看，五年前啊，我也住过这儿，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看着种下的。以前啊，山后面还有两只小孔雀，现在啊，长得可漂亮了。是吗？没听他提过呢。小野，魏延不告诉你，自有他的道理。他啊，一直把你当亲妹妹，你千万别怪他。哦，你想要什么？我过两天带给你。我定制了一款钻戒，可以麻烦木山姐帮我取一下吗？好啊，当然没问题。地址多少？你给我啊，我们加个微信吧。啊，奇怪，怎么了？这怎么没信号啊？之前一直好好的。是吗？嗯。木山，注意安全。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也可以对等。徐文言，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啊？怎么突然问你这个？你都没有工作的吗？有紧急的工作，许迟天不亮就送来。哦，晚上想吃什么？随便。那就……那弟弟，我送个饭啊。哥。哥。你们最近都忙什么呢？没什么呀，那是我们大人的事情，小野玩得开心就好。哥，你们究竟在下多大一盘棋？坐吧。怎么了？没事。哎呀，你现在都有秘密不告诉我了，也不知道你明天忙什么。哪有什么秘密啊？想什么呢？小野，我和智深有点重要的事，晚上给你带礼物。
徐文言，我今天吃了草莓味的糖。拜拜。还问什么？小叶很聪明，没有问什么具体的问题。下次可以有选择的说，越是掩饰，越是引人怀疑。好。没啥事吧？你去那边看看，你跟我在那边看。温言哥一走，我好无聊啊，想去后山上转转。雪儿哥要一起吗？这后山上光秃秃的，有什么好玩的？不如我叫几个人陪你打桌游。我听木山姐说，这后山上有孔雀，想去看看。孔雀啊，这倒也是。不过这段路不好走，我有两个人保护你。那还真是谢谢雪儿哥了。不客气。行了，别杵在这儿，影响我看风景。你怎么来了？啊，我也有事忙，叫我来看看你。既然忙就算了，何必麻烦木山姐亲自帮？我闲着是闲着，那给你带点吃的。不枉这些天我们放出去的各种消息，现在他们已经相信东西就在木山手上。许氏和夏氏联姻的热搜可以继续往上推。务必要坐实木山是夏家千金的身份。小燕已经开始怀疑了，你如果什么都不告诉他的话，他会恨你的。等事情结束之后，我会把一切跟他解释清楚的。希望到那个时候，你还能像现在这样怎样。木山那边，他顶替了江野的身份去冒险，务必要保障他的安全。知道了。我闲着是闲着，那给你带点吃的。温言知道你想家，所以夏夫人特意做的烤鸭，来趁热吃。你们对待囚犯的态度可真好，还有烤鸭可以吃。小野，你也不要怪温言，他呢只是想确保你的安全，所以他才能做自己的事情。他把你当亲妹妹看待的。那我谢谢他。来趁热吃吧。我没胃口，我来收拾。许氏总裁公布婚讯，木山姐要结婚了。啊，这都是温言的安排，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许温言，你还要骗我多久？许文言，我想我干爸干妈了，我想回家。我还有些事情没处理完，再住几天，好不好？
什么事情啊？说不定我也能帮你忙呢。有些事情不让你参与，是为了你儿子着想。徐总利用我的同时又考虑我的安全，我是不是该夸你太贴心了？我为的再住几天，到时候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向你解释。这怎么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许文言，我本来以为你只是不爱我，但你多少对我是有点喜欢的。可是你现在突如其来的对我，本来只是为了利用我。好就行了。出去！还让你破衣服！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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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去！出去！江野，哥，他今天做什么？除了看书就是睡觉，要不就在窗外吹冷风。送回来的饭也是，全都到了。哎，哥。或许对于江江来说，坦白比隐瞒更好一些。坦白，那些事情他要怎么承受？他欺负我，他欺负我。江野。今天过后，你想知道的答案，我都会告诉你。还来得及吗？一定来得及。我想去后山转转。我哥说你有点发烧了。现在已经没事了，我可以去了吗？哎，木山姐，你怎么来了？啊，我听说小野不舒服，我这不带了点吃的来看看。啊，他在后山呢。啊，山上风大，我怕他会感冒，那我去找他回来。行。你们回去吧，不想看到。小野，你怎么在？温言在忙，我来看看你。你别误会温言，他其实特别在乎你，所以你也知道他带我过来的真正忙。我知道，但求你别怪温言，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们趁那些人离开，围攻别墅，夜袭孤儿院。要是许门胜在里面，就更好了。胆不大了。小队，小队不好了，蔡大的人发现孤儿院里的人也直接全搬走了。什么？江野呢？状态还不错，刚刚去后山散步去了。去山上找。立刻，哥，是出什么事了吗？屏蔽器的覆盖范围是有限的，不管怎么样，先稳住江野，我马上就到。
你是说他拿我当做诱饵，去交换当年杀害你战友的凶手？看样子，那我价值还挺大。小野，我知道你是 W 集团傅明胜的女儿，所以温言也把你当亲妹妹。我们会尽快救你出来。他把我当亲妹妹，但他却把我当做诱饵。那你呢？又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跟我说这些话？嫂子吗？我们还没到那种地步。许文言呢？他在准备我们的婚礼。本来啊，你说这些话差点就行。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听不懂？我相信他根本就不会去。你觉得你说这些话能伤害到我吗？对，是又怎么样？你再也不会见到温言了，你在他面前就是个祸害，现在还能换回杀手，岂不是一举两得？那叫圣叔，你现在连爸爸都不喊了吗？江爷，原来你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份了。穆小姐，我们的交易已经完成，人你可以带走。好，大家都准备好，热烈欢迎徐文言。你什么意思？我们的交易不算数了吗？穆小姐，人我已经给你，伏击许文言不算我们的交易。我改变主意了，我要许文言，我不要凶手。小苏，许文言到。莫小姐，既然你不想走，那就留下来做你的游戏。屠山，余魂老皮，就要做好被反噬的准备。文言，文言，我们做一个游戏吧，他们两个杀一个放。文言，江野他不会死的，救救我！不许不是。许文言，我骗了你，你也放弃了我，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敌人了。想想，爸告诉你，男人都不能相信。过去。没事吧？没事。靠啥呢？去医院。江爷，江小姐，江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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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隧道下面的河里发现了小野的手机，拿去技术修复啊。不用，加派人手，山上跟河里同时搜。小姐，小姐，
少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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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木山传来消息，大小姐洛阳失踪了。看来我们是要找机会和那位许大队长算一算杀人之仇。山上山下全部仔细找一遍。不是。哥，都怪我，是我考虑的不周到。现在推销这个方案的时候，找人要紧。山上已经派人搜了，河里也下了，河边里，河泉水位涨了。你在兄弟破了几小时，你不要命了？继续搜，下游的住户也要问，受不了就换人来。徐文言，你真以为自己铁打的？滚！文言，哥，快来人！在这里干什么？我们抓到几个人，你要不要先镇定十分钟？先找人。高烧40度，你不要命了？不会是？哥，木山姐说想要见你。哥，木山姐说想见你。文言，江源找到了吗？对不起。都是我没照顾好他，我跟你们一起去找他。啊！你该道歉的人是小野，为此延误自己的治疗，只会让江野更难受。文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还是觉得我会骗你吗？我以我父亲。我信你。如果是真的，这份恩我会替他记在心里，尽快给他安排医生。啊！记住，不要记住，死就是你。徐文言，你清醒一点。别去动江野，你也找不到了。我们要找到的是害死他的凶手，为他报仇。哥，徐文言，我真的好喜欢你。要是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啊？你哑巴了吗？说呀，说你只喜欢我一个人，说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快点呢！
文言，一年了，你不见我，是还在怪我吗？还有别的事吗？文言，我之前受伤，留下了病根儿，以我现在的身体，恐怕没机会嫁人了。你可以娶我吗？好啊。爷，恩子。神秘总裁许文言将在一周后举行订婚宴，据悉只有许家世交和两位新人的亲朋好友可以拿到邀请函。这个订婚宴的邀请函不要了。你还真把我当你助理呢，你别忘了圣书交代要你尽快回。哥呀，哎，我的亲哥，彼岸的开业酒会，你和莫山姐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正式露面，你不去，我怎么跟爸妈交代啊？好，我去。真的？喂，彼岸的开业酒会，你到底去不去啊？这么有趣的场合。温言，我会不会给你丢脸啊？没有，我说你什么？听说彼岸资本的老板是女的，一成立就给摩尔集团投资了3个。年纪轻轻的就能做一家资本公司的老板，背后不知道有多大的势力供着，可不是那些花瓶可以比的。齐总，你也来了？找个地方休息，局势不在，有事找自己。嗯，徐总，久仰，这是我们小姐送您的见面礼，她说这是属于您独一无二的礼物。你家小姐是谁？之后会见到的，我们小姐说她很期待。温言，明天的订婚礼服到了，你陪我去试一试吧。我有事，我是找司机。我，哎，你是徐总？不好意思，您辞职了。萧逸有消息了，还不确定。彼岸资本的背后是 W 集团，木山和 W 集团有过联系。既然这样，就找个机会参加木山。阿瑟，许阎王，你真的要和那个女人结婚？你有意见吗？不，江野出事才多久，你就去找别的女人，你对得起谁啊？江野要是在意，他自然会来找我。江野已经死了。行，既然你这么破罐子破摔，也别便宜了别人。去让老娘摸一下。哥，我现在带他出去啊，他喝多了。你们是假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对，是。放开我！人帮你看过了，没有被别人染指。人帮你看过了。没有被别人染指，关我什么事儿啊？要不是因为你，我会胆子大到去招惹许文言。今天晚上我的形象算是毁了。
以后嫁不出去，你得负责。嗯，你不是还有雪池呢？哦，那什么，你消息还挺灵通的嘛。哎呀，我跟他没有那回事。不是，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呀？他等了你那么久，现在你回来还不巴巴的守着你啊？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我说？我准备在订婚宴上给他们一份大礼。玄望，你发什么神经？什么人？干嘛？捉奸呀！我可告诉你啊，我刚才是喝醉了，一时冲动。你可别想着报复我。不是哥，你找谁啊？哎，哥！吓死我了，江江，你没事吧？徐文言，哥，起床了。你昨晚又喝酒了，是吧？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好像梦见江夜。穿衣服吧，哥。订婚宴快迟到了。巫山的提审记录拿了吗？穆小姐，针对一年前凤琪三庄案件，你作为在场人，我们需要对您进行复盘，希望你能配合。我今天刚好有空，愿意帮忙，很开心。嗯。那么一年前江野出事当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凤琪山庄？他拜托我给他戴一对戒指，那天我刚好有空。那天你跟他说什么？小野对温言还是有误会的。我告诉他，温言很在乎他。后来傅明胜挟持了我和小野，我被温言救了下来，小野就去和对方搏斗。你们知道的，我当时是想为他挡刀的。嗯，可他受了惊吓，摔了。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我们况且思虑半天才能对得上号，他却回答的不假思索，他一定经历过很多次。你怀疑是他对江江动的手？穆小姐，你可真漂亮呀、啊！嫁给自己喜欢的人，当然要漂漂亮亮的了。咱们什么时候好啊？穆山姐，好久不见。怎么了，穆小姐？滚，滚出去！穆言，这是夫人，你怎么见了？你怎么在这里？我是伴郎。当年那件事情，我以为你和温言决裂了。温言，我伤风分析挺不了多久，是可以尽快开始吗？让我们有请一对新人。哥，温言。
骗子又跑了。许文言。许文言。我缓不过气了，还回来干什么？我想呢，没有你的日子挺无聊的嘛，所以就回来了。干什么？我们合作这么久，都是你结婚，自然要替 W 集团来向你道喜啊！你放下我，这样道喜，根本不认识你。你说什么？我为你付出那么多，你现在竟然是……你高丽，你要想走就携手。文言，救我！文言，我文言。快放我们走，否则我弄死他！东山，这就是你喜欢的男人啊？看来还没有我对你真心。你！是，你没事吧？杀人了，知道吗？志深，我是在保护你，而且我不是故意的，是他撞上来的，这你也要怪我吗？魏言，他们是一年前那群人，他们把我扔成江野，我害怕。没事。今晚不念取消。魏然，我知道他身份，所以必须死。当年究竟怎么回事？我当年摔下悬崖，就被人救了呗。别说这些了，我回来，你高兴吗？许文言，许文言，现在都玩这么直接了吗？哪来的？当年摔下悬崖，被坚石划伤的，没事儿，就是皮外伤，怎么过去了？眼前没有光环，没关系。那以后你何不找我？你去处理一下后面的事情，晚点回来。基本可以确定是他，但只有这个不足以称之为证据。徐文言，你要包庇他？那是老师问你的，如果他真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会第一个将他绳之以法。近期调查，这一年木山经常出入的孤儿院有儿童经常失踪，我怀疑是 W 集团的新据点。先密切关注木山。开个会。这也太无聊了，早知道这么无聊，我就不来了。
好巧啊，你们也有要买的东西吗？吴文言，小野，智深，好巧啊，是挺巧。这件古法旗袍起拍价60万，120万，190万，250万，260万，300万，300万一次，300万两次，320万。小雨，我特别喜欢这件旗袍，你能不能让给我？不好意思啊，我也很喜欢。500万。温言，我知道你很讨厌我，但是你能不能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你去帮帮我？哥哥，我也很想要这件旗袍，什么人都很想要。好，600万。600万一次，600万两次。不用了。不用了，我回家去。600万三次，成交。哥，我好像有东西忘拿了，得回去取一下。好，先回吧。哼，许文言，我想要那件旗袍。为什么？你本来不就是要送给我？那件旗袍不能穿，你要它干什么？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见不得你送给木山。我不会给他的。哦，那你不会买下来是送给我的吧？徐总，你好贴心呀。旗袍可以给你，但你要告诉我一年前的事情。当年在凤溪园的时候，是他向我透露你们俩要结婚的消息。在后山也是他告诉我，你要把我当做诱饵。没有。是没有跟他结婚，还是没有把我当做诱饵啊？都没有，我要娶的是夏家千金。木山只是用了你的身份，为的是引出那些人。我就说，他就是个坏女人，亏你还要跟这样的人结婚。结婚是为了引出真相。什么真相？当初你坠崖的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确实和木山有关，但他目前和 W 集团有联系，留他暂时有用。我明白的。你为我做了这么多，那我就勉为其难以身相许好了。说过欠你一个解释，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会跟你解释清楚的。我们结婚吧。나의목소리그대향한你。我真的结婚啦。从今天起你就是许太太。那是，你要是再跟别的女人眉来眼去，你等着我收拾你。不看他们的。我要拍照。不要紧。我要拍两张，那拖着先。瞧你这不值钱的样。我呀，现在可是太太，可值钱了吗？不是吧，真结了。哎呀，你呢，怎么样？听说
跟雪雪在一起了。再说吧，我还有婚约在身上呢，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既然已经结婚了，那就和他好好过吧，有个靠谱的男人做避风港也挺好的。行了，别说了，我呀带你去看看我今天刚得到的大宝贝，走。叔，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是奉命行事。奉谁的命啊？不知道，赵振只跟我们说让我们奉命行事，我们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呀。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呢？你也什么都不知道吗？我知道，我知道。说什么？我听振叔说了，最近有一笔交易，交易线索就在上次的那个拍卖会上。看我的，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找出交易的时间和地点。拍卖会木山和 W 集团有关的，恐怕就是木山和小野抢的那件旗袍。如果他真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我们更应该将他绳之以法。知道了。你今天回南院，我们一块儿吧。我也好久没有见到小野。走啊。这不就是件普通的旗袍吗？还不能穿，有什么特别的？哎，这可是木山花了全部家当都要得到的旗袍，肯定有什么东西在上。我们在找这个旗袍上的秘密。有人用不同材质的墨水写在纸张上传递信息，在经过特殊灯光的照射下便会呈现出字迹。这旗袍该怎么做？绣花吗？我知道。许文言，把窗帘拉上。什么？这个图案好像是日期，11月2号，经纬度东经108，北纬38。还真让你找到了，我厉害吧？很棒。又有了什么事回来呀？我那么乖，能有什么事儿啊？给我过来。许文言，说。怎么，不欢迎我啊？找谁呀？你觉得我有什么事情找你吗？没想到你居然卑鄙无耻到这种地步。卑鄙无耻？谁比得上你啊？这要是在以前，别战圈都有你的一席之地了。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了，那你有什么你直接问我呀。许文言，你这么大费周章的，不像你的风格。我不想寒了老师的心。我父亲，我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我比不上别人，更比不上江爷。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木山，这场婚姻是因为你救了江爷而来，你当初对他做了什么？你现在还不知错吗？我没有错，我才是和你相处了十几年的人，你偏偏不相信我，你相信这个沾染罪恶的人，错的是你们。清醒了吗？你想要别人信任，首先自己要值得。你真以为凤栖中原的事情天衣无缝了？那是你的报应。你以为我得不到的你就可以得到吗？别忘了，这一切都是你父亲，你父亲才是凶手。许文言，你迟早有一天知道，这个女人在你身边就是个祸害。
蛇眼，我有点困了，要不我们回去睡觉吧。你不会真的相信他的话了吧？认为我就是个祸害？他就是在挑拨离间，我怎么听不出来呢？早点回去睡吧，我明天还有事。熊爷，熊爷，熊爷，哥，许文言呢？我们今天有任务，我来给你打个招呼。啊，要去多久啊？很快就回来了。等我们回来，你来接我们，怎么样？啊，都多大人了，还哭鼻子？谁哭鼻子了？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走了。哥，你今天平安回来啊？我和干爸干妈在家等着你。好，快回去吧，我走了。东西给你，以后我们毫不相干。莫小姐别急啊，你杀了我们的人是不是得好好聊？没什么可聊，没有什么事儿，你就先走。莫小姐，你以为我们合作了这么久，想走的时候就可以轻易抽身吗？你别忘了，你杀了多少人，买了多少货。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要先看看东西的真假。念姐，我们被包围了。走吧。哎哎，那你走了。那我呢？你们怎么就两个人？我们不是在交易吗？你们在拖延时间，就是在等他们。莫小姐，你猜对了，可惜没有奖励，而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你走。你回来。人呢？糟了，中计了！你们两个去把他带走。哎，你去找我哥。你别碰我！计划已变，就是撤离。撤！两位就这么走了。未免怪我招待不周吧。两位就这么走了，就是怪我们招待不周吧。文言，我们又见面了。六年了，我也老了，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个场面。你们这些年轻人呢，真是天真。上。别动！都别动！给我放开！放开！徐爷，别动！这个字非常重要。和你必须带出去，一起走，这就是我的任务，为此牺牲是我的荣耀。
快走，照顾好小野。我的荷尔蒙浪头，可惜了，别墅的狗两天没吃饭了，我做最后的好事，拉它去喂狗。不是说就几天吗？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熊岩，我哥呢？回夏家了。你怎么了，徐文言？我哥呢？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这不可能，不可能。你骗我的，对不对？你骗我的，对不对？夏伯父，节哀，谢谢。来干什么，骚包气！真是就是为了去调走你被绑架的事情才出事的，我不是因为你，自杀都不会死，我儿子都不会死。你个贱人，为什么死的不是你？你怎么还不去死啊？放我！不是他的错，不是他的错，魏爷。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只是救了你这条命，你就是这样子回报他的，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干嘛？干嘛？干嘛？小野，你先回去吧，你干妈不想见到你，我们走。小妹妹，现在安全了，你家在哪？我送你回去。我没有家。那你跟我回家，做我妹妹好不好？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我选择死，他引以为荣。지울 수가 없는 걸어가 봐서 다시 사랑한다는 말을 할 수 없는 걸 알고 있을 거 너를 버리고 뭐라도 결국 너로 채워져 干爸你看我给你们带了干妈不见了，快走！
江言，过几天我送你过去啊。他们是你送走的，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还以为……什么？熊言，我要见达慕集团。不去。为什么？穆氏他的女儿，凤鸣社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江言，你别那么天真，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可我是他的女儿啊，就算再怎么样。 他也会顾及我的身份的。我不同意。过段时间，我送你到夏国分外地。那我哥的仇怎么办？你接近得了凤鸣社吗？这是我的职责，我会想办法。你能不能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啊？你觉得保护我就是为我好吗？你知不知道这样很烦啊？江言，你怎么了？ 终于想起彼岸了。哦，对了，盛叔让我转告你，你该回去了。夏之生的死是傅明胜干的。谁？我只知道你如果还不回去，身边只会出现更多受伤的人。这是盛叔的一项手段，我会考虑的。那你可要抓紧了。啊，对了。 通知各部门主管，十分钟之后开会，顺便把今年的年度计划整理一下发给我。就让老板这样下山办公室啊？他要是真想铺好后路，说不定不这么着。喂，我先找人说，你签一下。 倒是有点胆识，想我回去了？等会儿再说，我在看许氏周年庆的直播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许氏集团的徐总为大家致辞。大家好，我是徐氏的总裁许晨。 徐二哥，啊，我在开车，等一下和你说啊。徐二哥，怎么回事？有人骑车不长眼，追尾了，还好是这个擦伤。我的腿断了。许文言呢？不知道，不知道。嗯，他不让你说。嗯。 行，我知道了，剩下的事情我会处理，麻烦你转告许文，让他养好伤再来找我。哦，是。哎，不是，你怎么知道？<笑> 大小姐，这是先生精心为您准备的衣服和首饰，您是否喜欢？嗯，款式老套，颜色猎奇，换。先生担心您出行不便，为您准备的各式款式。 换。你怎么回事？最近感冒。 怕传染给大小姐。行了，你们下去吧，他留下。江夜，许文言，我都知道你回来。跟我回去。我不，半途而废算怎么回事？江。
江一，哎呀，行了，你就安心吧。我在这儿能出什么事儿啊？我这不过挺好的吗？再说了，你怎么带我回去啊？我手中掌握的部分傅明生的犯罪证据，以及之前的破茧枪，这些足以保证你的安全。你要把这些东西交给傅明生，许文言。 这可是我哥拿命换来的，你想让他白死？如果他知道这些东西保护了他唯一的妹妹，他一定会觉得值得的。反正我不同意。快听话，江爷，如果我在傅家再看到你，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你是想用这些证据带小小离开？是。小小，你愿意吧？不，我不愿意。集团，小小不愿意和你。那我想加入 W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猎影竟然会为了女人低头，我这么多，凭什么认为我不会杀了你？如果我死了，这些证据就会通过网传播，就算不能判您死刑，但也能让您在监狱里待几年。顾小姐，我们想自己走一走。如果帅哥要是想单独和我聊聊，也不是不可以。 没想到你还挺招蜂引蝶的呀！能够吸引我的只有你一个人，这还差不多。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顾明胜有一个至深的线人，我们需要跟他取得联系。我哥的线人。 我哥的线人，什么人？程总，我去看看。等等，是只野猫跑过去了，没什么，走吧。好的，程总。 想问，刚才被抓的是什么人？他是货。货。一个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包括他身体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获得很高的价值。他们也太残忍了。江爷，在这个别墅里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比你现在看到的更残忍、更可怕。现在别墅还来得及。许文言，我知道。 你有自己的任务要完成，但是我可以和你并肩作战。江爷，你以什么身份跟我并肩作战？凭我是傅明胜的女儿，更容易获得他的信任。傅明胜这个人疑心很重，需要取得他的信任，就得做点让他刮目相看的事儿。三天后以后交易，需要你吃点苦头。好。但刚刚那个阿成，好像并没有拆穿我们。 会不会是在没确定之前，千万不要招惹他。
夏然说：“这是你要的。”嗯，谢谢教练。阿晨呢？他下午不知道吃错了什么东西，一下午一直跑厕所。这个时候到哪去找会法语的人？爸爸，我会。小小，你真的会法语？上学的时候跟室友学了一些，简单用语应该是没问题。好，您要是不信的话。信？你是我女儿，我怎么能不信？坐。孟嫂，孟嫂，请。Security？ 当然。对，我领的是他。怎么欺负？上面黑是黑，我走。什么事？小燕，你怎么回来了？我来看你死啊，疼吗？不疼，能忍。好样的！你是在夸我吗？这样的生死瞬间，以后还有很多，我不能每次都及时出现。甚至还有可能死在你面前，你真的准备好了吗？有什么不好准备的？我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我夫人很坚强，能忍很多委屈。麻烦江小姐好好保护她。我会好好的。嗯、你还欠我一场婚礼呢。各位，她就是我傅明胜的女儿傅小小。傅小小，傅小小，小小，你好。小小，爸爸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先去跟阿成了解一下流程啊。阿成，是。大小姐，请。顺叔，大小姐就算是你女儿，你也不该这样，相信她吧。一时半会她还翻不起什么风浪。不过倒是阿成，不知道在外面传了多少信息。去，把阿成给我叫回来。今天晚上我们除内奸。好。人已经到齐了，那我们就审审判。小乔，多看着点，好好学学。昨天晚上的交易究竟怎么回事？四叔，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之间肯定有叛徒，是自己说，还是要我来呀？四叔，肯定不是我。
我昨天是一直护着你离开的呀，也不是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昨天离开的时候，我看见走廊有一个人，看到了谁？好像是，我也不敢确定。说话含糊不清，为自己辩解。白乔，你怎么看啊？我看不出来。那就杀了。 顺路，我杀人老乡的脚，开腰了。白乔，你害怕了？没有。那就好，好戏还没有开始。 盛叔，这是什么意思啊？阿成，他可是你的人啊，他做的事情我不知情，是吗？你的人私自向外面传递消息，阿成，你难辞其咎啊！盛叔，那天阿成并不在现场，不可能是他。阿成，你这么着急干什么？难道和你有关啊？ 爸爸跟你开玩笑的，阿成是爸爸的得力手下，我怎么能怀疑你呢？听说他有一个儿子做我们这行的斩草除根，杀了他全家。阿成，你去吧。是。叔叔，叔叔，许文言。 你说这条路上是不是还要再死很多人？既然选择留下，这些事情就是家常便饭。就算有一天需要你亲手杀了我，你也必须做到面不改色。如果接受不了，我可以送你回去。我不走，我哥的仇还没有报呢，我会调整好自己的。 对了，今天那个阿成好像有意替我隐瞒，他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人，你能不能帮我确认一下他的身份？没问题，交给我。啊，等等，阿成，阿成。 明天有一场交易，江野，麻烦你带他出去。这次的交易一如既往，去吧。是，爸爸，我也想去。既然如此，阿成，保护好小姐。是。 陈叔，小姐恐怕会影响我们的计划。外面不好动手，就围起来再杀。小小也应该锻炼锻炼。喂，你是怎么来这儿的？为了找我姐姐。我也是，但我是为了我哥哥。我有个朋友说过，做错事的人会付出代价。 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个朋友，但我哥说，身处黑暗没关系，只要朝着有光的方向一直走，就能找到没事的路。你怎么是你啊？圣主的安排。 那悠悠，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救命啊！怎么办？救救我！快来救救我！阿山哥，我想上厕所。什么？手机。江野，别把申叔当傻子。哎呀，阿成哥，别让我亲自送。江野，手机给我。知不知道这是损害他人财物啊？阿成哥，你们还要走多久啊？不知道。不想死的话就住手！我要上厕所，我害怕，你陪我去。大宝，把手机交给他。许文言，我们必须要在到达交易地点之前把他们全部都放出去。胜出的人跟着，在没有办法联系到徐石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救走所有人。他不是让我们放走悠悠吗？那一个也是放，一群也是放，而且他还是哥哥的眼线呢。江野，我们还不能确定他的身份，不能冒险。都到这个时候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赌一赌？没有万全的把握，不能轻易下决定。我们上完了，我去上个厕所，你们把人看好。悠悠，许文言，我们把他放下来吧。哎呀，哎呀。哎呀，你放心吧，他不会这么快回来的。再说了，你看悠悠多可爱。姐姐，我可以抱一下苏苏吗？他好像我爸爸呀。叫哥哥。哥哥，我可以抱一下苏苏吗？不行。许文言，你好像一个坏爸爸，是不是？许文言，你看我们多像一家三口啊，要是我们也能有孩子就好了。没有。这是给我的。黑色的背后是黑。阿成，我们为什么要下车走路啊？前面的路开不了车，我们得走过去。许池他们还有多久到？最多5分。人都带够了吗？江野，你需要稳住他们的情绪，告诉他们以后的生活充满希望，拥有高薪，走过了这条路就能过上理想的生活。我知道了，去吧。你别哭了，人没有回头路的，再说了，不到最后一步就不是绝路，走吧。走。我说你怎么了？我说你怎么了？快点，阿成，阿成，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啊？把手都给我举起来！你们也不打听打听，就该闯老子的地啊！这就是给你们的教训。来人，给我把人带走！走。
阿哲，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你们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到了，接下来的事情我来处理。盛叔，是我办事不力。这么说来，你们是被黑吃黑了。小小，你告诉爸爸，这件事情和你有关系吗？怎么，不好说吗？难不成你真的做了什么？这件事真有什么问题？是要讲证据的。而且一路上有那么多人，我又没有拿手机，我能做什么？爸，你要是不信任我的话，大可以让我走，没必要这样试探。想想说笑了，爸爸相信你。阿晨，你那边呢？盛叔，这一次和往常一样，一路上很顺利。那些人守在交易的地点，和我们交易的人都被解决了。恩言，你呢？我一直和小小在一起。既然你们都说自己没有问题，但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总是要给下面的人一个交代。小小，爸爸相信你。至于阿成和温言这边，就要委屈你们。爸，山叔，阿成那边暂时不要管他的行动，是时候处理这个徒弟。是。徐文言，怕吗？我不怕，死了不还有你吗？好好活着，就算什么都做不了，你也得给我活着回去。我知道了，徐文言。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因为自己的过失，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看你今天想做了什么。有人进暗房了，阿晴。阿晴，你许文言，我得去。要阿成，你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在外面搜，离开这里是最好的时机。走吧。活不了了，要不然你怎么出去？我会救你出去。我们先去包扎伤口好不好？来不及了。阿成，放开他，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杀了他。退后。是想沈欣然迷上所有的犯罪证据，他们别说没办法，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出去，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迷上害死了我姐姐，我下旨要走到最后才能死掉。阿成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给我准备一辆车，不然我就捅死他。放了他，老骨头，让我把我的手机交给冯医生。三七，想想，你想救他，他没把你当成兄弟，也不会感激你。哼，我就知道他联合外人背叛我。小小，爸爸错怪你了。我知道了。做得好。来人，把他拖走。
江宇，是魏延，是我害死了阿成。这是这条路上必须要牺牲的。江宇，回去吧，离凤鸣声越近，就越危险。你说很危险，那为什么要把我推开呢？是你和哥哥给了我一个家，我知道我能力有限，但我也希望能够像你和哥哥一样。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行了，30多岁的老男人了，怎么还畏手畏脚的？就算没有你，为了我哥哥，我也会继续战斗。只是我们恰巧并肩作战吧。保护好自己。 徐文言，上车。拿到了吗？他房间的监控我会处理，资料会想办法传出去。你保护好自己。 对，手表可以发微信定位，你千万要收好。别偏，明天的交易，千万要小心。其实现在的你，在我心中是最优秀的。生疏谬赞了。<笑> 看来我是被我的女儿责怪了呀！来，坐下。你想知道什么？爸爸今天全部都告诉你。你当初为什么要抛弃我？那年你3岁，你妈妈病重，带你回梧桐镇看看，没想到她把你弄丢了。多久，她就离我而去？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光。 我本来在想，要不我随他而去。可是你活下来了。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其实早就找到了你，只是出于对你的磨练，所以才没把你接回来。但是你的生长轨迹，爸爸都看在眼里啊。早就有多早？我被绑架的那次吗？我说过。 这些都是对你的磨练。那我真是谢谢你们了，栽培。小小，留在爸爸身边吧。爸爸可以把我的一切都给你。至于你身边的男人，他迟早是个祸害，可以把你处理掉的。你别动他，我可以留下，但你不能动他。 啊，给你，晚上留下来陪爸爸用餐怎么样？不累了。
先回去休息了。许文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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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人？开门啊！许文言，许文言，许文言，怎么是你啊？喂，你不用这么区别对待吧？盛叔，盛叔，别敲了，盛叔不在，让开，我还有事儿呢。你在找许文言？你知道他在哪？管不好自己的男人就怪我喽？那只能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喂，你找不到许文言，还不如就在这里和我聊聊。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干什么。你到底想说什么？你们想搞垮傅明胜，我们合作怎么样？你乱说什么呢？傅明胜是我爸，我为什么要搞垮他？就凭他杀了夏志深，就凭他想杀了许温言，你的目的？我要离开 W 集团。好，我可以帮。许温言在傅明胜案发。许文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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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真是不听话呀！说过不动他的，爸爸就是想教你。做生意是讲究规则的，总是投机取巧做不成大事，只是包不住他。这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谁说和他没有关系？这位许大队长拐骗我的女儿，害得我们父女俩拔刀相让，你说他该不该死？我想和你单独谈一谈。好啊，出去。我爱他。我知道你和他在一起是有原因的，可他对你并不是那么好。不管我们之间相处的怎么样，我都不想看到他死在我面前。放了他，我留下。如果他回去之后你还想杀了他，我没意见。不愧是我的女儿，敢爱敢恨，恩怨必报。来人，把笼子打开，之后的一切听小姐的。是。许文言，许文言，叫两个医生带到我房间。是。以前都是你抱我背我，没想到你原来这么重。哥，还好我力气大，别碰他，我自己可以。那
我都准备好了，你带匕首了吗？带了。你曾经说过，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所以剩下的路我替你走完。如果傅明生还留有后手的话，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我希望你可以履行你的承诺，你一定要答应，必须把他带出去。你不怕我杀了他？我现在也可以杀了你。陈叔，有人在包围我们。你说什么？要不然你自己看看。 我还真小看了我的好人，派人安排好事把我女儿接回来。至于那个徐大队长，杀了，就当是给他们的证明。郑叔，人不见了，怎么？对，操！ 爸爸在说谁？徐大队长，您不是放他走，他自然就不走。爸爸，都到这个时候了，我们还有必要说这些吗？师叔，赶紧走吧，他们要上来了。小小，你说的对，以后人情世故，爸爸回头再教你。 小小，跟爸爸走吧，爸爸的一切都可以给你。就算你不跟爸爸走，被他们抓住，一样不会放过你。你可以答应我，就走。是你。等我们都安顿下来，为一家团聚。 大兵呢？嗯，小夏，你可真会给我惊喜啊！别想，你已经到了，你们走不掉了。<笑>后山的路被我埋满了炸药，就算他们绕路过来，也要一天一夜的时间。你说什么？小夏。 听爸爸的话，等于说放下，你还是爸爸的好女儿，让我们共创盛世。爸爸不喜欢不听话的孩子，你笑什么？ 徐文言，你要好好的。徐文言，我说了多少遍了，我不下跪是灭迹的，我是受人之托送他的。蹲下，报。江野，认识吗？我是受江野之托。那江家他人呢？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 蹲下，抱头！把他带走。哎，干嘛？放开我！哥，你醒了。你不是和佳佳一起去的吗？怎么没和他一起回来啊？哎，你别晕呀！啊，我送你回去。那你去哪儿？我找我嫂子去。 你等等我，我和你一起去。
最近这段时间仍然需要卧床休息，如觉得哪里不舒服，及时说。我先走了。哥，明胜已经死了 ，W 集团的余孽也都抓住了，还有木山姐的判决也都下来了，她说还想再见一见你。我想安静一会儿。那我和安瑟先出去。哥，江江的事情你还要再听一听吗？这么久了，我们还是没有找到他。别说，在没有找到他死亡依据之前，不要再给我提他。许文言，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什么态度？家业就是杀了爷，怎么看上你这种男人？哥，是当初那个孩子，佳佳嘱咐我好好照顾。我们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找到他的亲人，他想来看看你。叔叔，这是姐姐带我的糖，你要吃吗？所以毒蛇结族是什么样子的呢？玫瑰感受到心爱之悠悠，姐姐，悠悠真乖。哥，还是没有江江的消息。本台消息，昔日 W 集团更名鼎盛集团，新任总裁出席典礼，不日前往京师。许文言，佳怡，什么情况？나괜찮은걸까겁이나멈춰서있어